来，小东，快来！不是，干啥？老板，把门关上。不是啥意思，还关门？哎，我爸非得逼我去相亲，一会儿把我弟派来了，怎么办呀？不是，老板，你们家家务事，我不帮你插手啊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忙去了啊。哎，干啥？你啥意思？这是？你要是办成了，奖你50万。给我啊！哎呀，老板，这个事儿我拿手啊，交给我。我从小白疼你了是吧？咱外人干嘛你就干嘛呀？那老板你消气儿啊，看我来。你就是我们老板的弟弟吧？你有小东啊？对，我是。你有车吗？那个没有。你干嘛？哎呀，没有就是没有嘛，那实话实说嘛。那你有房吗？也没有。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哎呀，这是帮我吗？哎呀，不是，老板，你看我来，别着急，看我来啊。那个小舅子是吧？那个我跟你姐在一起啊，不是取决于你要什么，知道吗？取决于我们有什么。不是，你是怎么了？别着急啊，这样我们以后孩子生俩，一个跟你姓刘，一个跟我姓东，怎么样？你行，你行，知道吧？哎，慢走啊，小舅子。拜拜。不是，老板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干啥？生两个是吗？不。都来。咋了？你这是干啥？看着腿。腿？哎呀，干啥你啊？看哪看着你啊？我说的是看这个凳子腿儿，晃晃悠悠的，该换了，多买一把新的呢。他把好的。你买把椅子10000块钱。人家好的都这个价，好吧？你说你这椅子都换这么好了，你这茶几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吧？对哈，每天接待客户这么多，那一块换了吧，挑个好的。那要这样式的话，我觉得把外面办公区改成会客厅，到时候客户来了多有面，是不是？格局打开了呀，小东。那可不是吧？来，先喝个我在抖音商城抢的可乐。好呢。这些是我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节入的，很多好物都是几块钱包邮，点击评论区进秒杀频道，0.99元抢好物，左滑进商城，还有满200减30福利。你说咱这外面空间腾出来了，到时候你放些花花草草，然后把你家那些传家宝什么的都摆上。哎，干啥？嘘，什么传家宝？这还真有啊。哎，你说咱俩以后要是结婚了，我是不是就你第一顺序继承人？那你哪天要是没了，那些传家宝是不是都是我的？说正事，你说这会客厅一弄，咱外面这个员工就没有办公的地方了，要不然咱把整栋楼买下来得了，然后我们是不是？大柱小东，咋了？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椅子也挺好的，不用换了。不是，不就是钱吗？再赚呗。俗话说，好马配好鞍，好船配好帆，你也用俺迈出这一步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本来我就是想换把椅子，你这一整，让我把整栋楼买下来。没必要了，不换了啊。那你这不纯纯浪费我感情吗？那个，走了。你回来，钱给我。什么钱啊？20000块钱呀。不是，这不是买椅子的钱吗？对呀。那你看，刚才你花20000块钱买椅子，是不是？那我要是不说的话，那这20000块钱是不是花出去了？是啊。这20000块钱是不是我省的？是。那你之前是不是说省的就是赚的？那省这20000块钱是不是我赚的？那我赚的钱我拿走怎么了？是吗？自己捋捋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对，小东，给我站住！你们谁把我从公司群踢出去了啊？姐，别玩了，我说话呢。哎，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呢？我说没说过进公司群必须改备注？你改了没有你？你不改就踢你！真的是。不是你俩是谁呀、啊？你俩是谁呀、啊？我咋认识你？你告诉他，人事部马经理，保安部高经理，明白了没有？哪来不哪担的去啊？快出！经理就能随便踢人了是吧？啊？去，不改备注就踢你，活该！就踢你！走，快走！行，你俩等着啊。去，今晚上去哪？快点！行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两位经理，干啥？那刚才是我女朋友。你女朋友关我俩啥事儿的？真的是。不是，她也是公司的老板啊。哎，老板，那个你不抱一下呗？啊？不是你想什么了？怎么这？不是，就抱一下，怎么了？这么多人呢？不是你想抱就抱啊你？就是啊。不是，就简单抱一下，怎么了？回家再抱，好吧？不是，那你不不抱，我找财务小姐抱去。哎，你回来。不是干啥？你找什么财务小姐姐呀、啊？
去，你俩先出去。不是，老板，这文件很重要，一会儿再看。这一会儿再看啥？不是咋了？来吧，报一下。不是不是，干啥？不是你说的要报一下吗？不是，我说的是报销的报，你以为啥？不是你们干嘛呢？我不管，就要报一下。哎，不是经理，这什么事啊？听说今天老板心情好，给什么都签，我先去了啊，别拦着我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也去。赶紧签吧，不是给你签字。房产转让，谁的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还想要什么？你还想要房产？不是，马经理的房产转让已经很过分了，这还来个股权转让，结婚算个屁！谁的呀？这谁的？你的？谁的？那个老板，我来。你什么玩意儿？不是你们，你们就有意思，你老板。七八都出去上班吧。不是干啥？我这有一个项目想跟你合作一下，我都没找别人。不，我可没钱投资啊。不用，前期的费用我来出。是什么项目？人体胚胎培养以及孵化。啊？不是，这个项目我都考察好久了，我就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合作。所以你是想找我合作？但你这个项目没个十万八万的不大可能吧？最主要是我也没有项目基地啊。我有呀，我有。多大、啊？好几个一百七的，然后实用面积的话就是2米乘以2米2。不是，那中期我应该也要投资吧？那需要多少？8.8万。8.8万，这么多啊？这还多啊？这可是属于咱们俩的项目。那你都这样说了啊？那我再给你加一万二，再加一块，10.01万怎么样？行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尽快找双方的法人见个面。行，那我跟我法人商量一下去啊。没问题啊。那个什么，年前的话咱们就把字签了吧。这样年前我们找一个黄道吉日，尽快开工。啊，行，那我先给我法人打电话去啊。哎，不对啊，老板，你这也太麻烦了。你看现在很多项目都没批下来就开始动工了，然后是不是？你，小鹏，你，刘凯，出不了就分了吧。不是你跟谁说分手呢？跟你跟谁？你说谁呢你？哎，马经理，马经理，马经理，老板你放心，我收拾他。好，老板你别拦着我。我自己来。老板你不用害怕，我自己来。老板你放心，我。你什么家庭地位？你跟我提分手啊？我。你翅膀硬了是吧？不是。谁给你的勇气跟我提分手？谁给你？梁静茹给我的勇气，谁给我的勇气啊？我让你说话了吗？你敢跟我顶嘴？我。你什么你啊？你再多说一个字，你信不信我给你生十个八个字儿啊？是跟谁学的一套一套的？啊，那个跟网上学的，网上学的。还笑啊？还分吗？不分了，我开玩笑的。对不起，宝贝儿。不是你这种玩笑你也开？你是要气死我呀你？哎呀，不敢了，以后不开了啊，不开了。不开了啊！我给我道歉。啊，对不起。跟我们的爱情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们的爱情。你笑什么？